世界杯后绿茵热潮未完待续，沪上足坛传统赛事闪亮登场。上海国际足球锦标赛申花做东招揽欧亚三强，日本 J 联赛而冠军鹿岛鹿角，西甲传统劲旅马德里竞技，孙继海效力的英超劲旅曼城。8月4日、8月6日两天四场的激烈交锋，欧亚的技术流碰撞，尽在上海国际足球锦标赛，球就等你了。